11月5日，2022年全国航海模型公开赛浙江大徐站，奔赴山海，向往新鲜。2022年军民堂杯航海模型邀请赛在大徐军民堂举行。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主办，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、象山县大徐镇人民政府承办，来自杭州、宁波、台州等全国十数支队伍参赛。象山大徐镇军民堂位于象山城区西北部，始建于1972年，总面积2728亩，其中水域面积约2300亩，距离中心城区5公里，交通便利。军民堂的风力、风向、水深都非常契合航海模型大赛，而且军民堂水上风景美不胜收，是大徐的山水一宝。此次赛事将持续2天。